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军港。我们军港始建于解放初期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南海舰队最重要的军港之一。在我的右手边呢，是著名的两栖登陆舰九九八舰。我爱这蓝色的海洋，祖国的海疆壮丽宽广，我爱海岸耸立的山峰，俯瞰着海面像哨兵一样。都是昂扬，我守卫在海防线上，保卫着祖国无上荣光。我爱大海的惊涛骇浪，浪的你。